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大海。一会儿上我岳母家去吃饭去。我今天给我岳母买的东西，你们看看有什么啊？这个是带鱼，这些带鱼呢，一共花了10块钱。这个呢是蘑菇，这是我们单位卖的蘑菇。这些蘑菇多少钱我也不知道，给我的。我都已经泡好了，大家看看啊。今天晚上我准备跟我岳母，我俩一家喝一杯。我岳母做这个蘑菇做的可好吃了，一会儿咱们看看她是怎么做的啊。我现在给她装上袋儿，装完袋儿以后呢，咱们就出发。现在是下午4点钟啊，天已经黑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月亮有多大，大月亮。我打一个出租车去我岳母家。这个蘑菇啥的都装上袋里了，看那烟囱都冒烟了。所有家都在做饭。当地下班的时间呢是下午4点半，还有半个小时，所有上班的都已经下班了。我买的给你买的蘑菇，还有带鱼，一会儿晚上煎带鱼吃吧。这是蘑菇，都已经泡好了，洗洗洗洗就行了。那现在开始做吧。那你搁这直播开始做，啊，给这吃。我的眼睛，说的有点水，有点肿瘤，没有这大概了。我还有垃圾，还买的根，还有我进的。不吃那个了，就吃这个吧，这都新买的哈。放点盐，给这个带鱼腌上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蘑菇。我岳母啊是河南人，河南人做蘑菇啊，就是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拿面，完了把这个蘑菇他们包在一起。包完蘑菇以后吧，一会儿呢，先把这蘑菇放在这个锅里炒熟了。再放点白菜，带鱼快煎好了。蘑菇炒完了以后呢，再把白菜往里放，再把白菜往里放啊，蒸的馒头。来这个哈，你手和这个回家这个的啊，你尝尝白天好吃不好吃？挺好吃的。蘑菇外面挂了一层鸡蛋，真香啊！妈，你多吃点啊！带鱼也煎到时候了。干杯吗？干杯！妈，你攒多少钱了？攒好几百了。攒好几百了？嗯。你到时候你要是，你要是那个什么，你到时候你给我点，你偷着给我啊，别让别人知道。就咱俩知道，谁也别说。有点咸了，鱼啊，这个，那咱，那就没咸的时候，有点咸了，我吃那个不咸，
这个酒是50度的。嗯，我说挺有劲的，50度的。嗯，